迎收看健康新知，你给我三十分钟，我给你健康一生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瘦小脸谁不爱？打电波拉皮、音波这些医美的方式琳琅满目，可是花钱又怕受到伤害哦。今天我们教你不花钱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敲出瓜子脸，到底怎么做的呢？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敲疗达人王金信老师。王老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的雅涵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，今天两位要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怎么样在家就可以轻松敲出瓜子脸，对不 对？是，所以老师，其实你做了这样子一个敲疗的一个推广，是，这样多久了？五年了。五年啊，所以你已经受惠很多观众朋友，帮全省好很多好朋友，身体变健康，又变漂亮。是，真的，我们身体健康是第一要素。对。但是健康之余，我们又能够瘦得轻松，变漂亮，这是大家附加来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希望的，又健康又漂亮。是，所以今天老师，我们因着老师这一本敲疗已经十刷了，是，哇，应该还会继续刷，对不对？就老师有没有想要再出不同的书？就反正我们就用心推广，嗯，那推广在帮客人敲、好观众敲的时候有一些心得，对，然后就看看有没有因缘际会还会再出一本，我们很期待哦。那因为这一本敲疗。也就从头顾到脚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老师的后面呢，才是着重在美容篇，对。所以我看了以后，好兴奋，好感动哦。对，对，好想说，怎么样能够教观众朋友在家轻轻松松，不花一毛钱，只花你的时间，对，我们也可以顾到我们的脸部的健康、身体的健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第一个瘦小脸很难啊。这人生父母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个人脸型都会长得不一样。对。可是你看很多的演艺人员，他们的一个标准模式就是脸很小，好像一个巴掌脸，对不对？对。是，所以雅涵可不可以教教观众，怎么样借着这个敲敲乐，也可以敲出瓜子脸？哦，那我示范一下哈，像我在家我都是先这样子先敲额头，嗯，那敲完额头之后，我就会沿着脸部这边这样一直这样敲，是，然后之后敲完之后就全部戴这样子，其实全部的脸都可以戴这样子，哦，是，所以其实雅涵要建议的是，其实我们的脸都是有穴位都可以敲，对不对？对，是，所以观众会比较认为就是。要变成瓜子脸，是这个国字脸，对，这个下巴要缩上去才会比较像瓜子，对不 对？是，老师。其实我们脸部的全部的都要把它刺激到，嗯，不是说只有在局部在下面而已。对，哦，是。那下巴的部分的话，当然我们有颊居穴、下关，嗯，都是一个重要的穴位。对，那颊居、下关敲敲，对于三叉神经、颜面神经的刺激，哦，也会放松哦，也会放松。OK， 然后颊居穴有气可以到我们前面这里、中间这里跟后面，哦，对，预防脑中风的气也会比较通。哇，是，所以刚刚雅涵有建议，就是整个脸我们就是慢慢把它敲通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力道我看它也是轻轻的，对，轻轻的敲。所以一般呢，啊，早上你会喜欢从脸开始吗？其实一般我都是晚上敲，晚上敲，嗯，OK 吗？因为晚上敲我。比较空比较多的时间，有时间，早上因为要上班会比较赶，是，所以这个敲的时间点也没有一定说要在什么时间才有效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要你的时间充裕都可以敲，嗯，是，所以下巴我们先来教观众怎么样敲，怎么这个顺序有没有什么顺序或是什么的？其实你就是。从下往上这样子敲，是，所以下巴这边的话，它是以中间为主吗？然后分两边来敲。对，因为气血常淤塞在骨缝跟关节，嗯，在下巴两侧的骨头缝的地方，嗯，其实你轻轻敲都会有感觉。是，你看雅涵老师在讲的时候，他在敲的时候，他皮肤开始有点红润，气血在走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气血在走，对，所以越来会越热吧？会，皮肤会热，会，对不对？然后会红红的。那你看它要轻轻敲，它也没有出痧。对。那通常这样子一个敲，像你整脸这样敲，你大概会敲多久的时间？
我大概我是三到五分钟哦，三到五分钟就可以，其实很快速，对，很快速，而且这个力道就是自己去掌握，所以这样子敲骨缝之间，老师你刚刚说的，对，骨缝也有瘀哦，对，也会瘀啊，像我们的下巴，你看你这边刺激它，对，其实可以敲出稍微有一点声音来，没有关系，力道你能接受的。这边气血通的时候，像我们耳下有淋巴塞腺，对，这边有很多。对，所以说人过五十岁的人的耳下塞腺肿胀的时候，就会变国字脸这样子。所以说你敲一敲气血通的时候，对于我们的淋巴塞腺的部分有气血通的效果。而且敲这边之外，还要敲这里。对，老师刚刚说的夹居穴，就是你咀嚼的地方。咀嚼肌的地方在这里。对对，这里有时候我们每天要吃饭。你用的力道，对不对？也会让这个肌肉很厚实。对，有的下巴脱臼的时候，你刺激一下咀嚼肌的这个位置来，它很快就恢复正常。恢复正常了。对。好，所以光一个，我们虽然只是要一个瓜子脸，对，但是可以帮我们兼顾很多淋巴啦、穴位的这些，让你的脸部肌肉看起来更加的柔和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真的有差哦。对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敲一下我们的颧骨。颧骨 ，OK。对，好，颧骨我们这边有巨髎穴跟颧髎穴。那颧骨刚刚雅涵怎么敲的？就可以直接这样就这样敲，就侧边这样敲，对，敲过来，所以都是用我们的侧边。对，哦，直接。我上次有个那个病人，哎，客人哈。它有三叉神经的哦，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针灸好几次都达不到它的效果。了解。我说你可以试试看敲这边，我轻轻帮他敲，就非常刺痛。哦。他说是每个颧骨穴都这么痛，颧骨那么痛，他敲另外一边，他说不会啊。哦。对，那慢慢敲了一个礼拜十天，他说哎，慢慢的松开来。哎，所以老师有问题的地方。会更痛，对，没问题。其实我们怎么敲，对，其实都还好，对不对？就像按摩很舒服。哦，是好，瓜子脸好了以后，顺着再来就是脸部其实很多问题，是皱纹的问题啦。对，尤其中老年人之后，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的皮肤会越来越松弛。是，然后如果加上没有去运动，没有去按摩，对，这就会垮下来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眼袋。黑眼圈是很多人的眼部问题，而且这些地方一下子就显老。对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眼袋，我们会觉得说啊，看起来好像年纪有到了。是，所以老师教我们观众怎么样让我们消眼袋、黑眼圈这个部分呢？其实眼袋的部分的话，包包肿肿的话，可能肾会弱一点点，肾脏的问题，还有水肿的问题。对，有水肿的问题，像有喝水。睡觉前喝多一点水，对，隔天就水肿，没错，就是他的五脏六腑肾会弱一点点，那可能就是你要多运动啊，然后肾经也可以多敲一敲。对，那我们局部的部分的话，像黑眼圈有一部分50%是鼻子过敏造成的黑眼圈，没错没错，对，是，所以说我们在敲黑眼圈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带我们鼻梁这两侧哦，鼻侧的，对，你说通它的鼻塞，对不对？对 ，OK。那我们有鼻子过敏的很多好朋友，敲这戴眼镜这鼻梁这两块，轻轻碰都碰不得，对对，很痛。但是我们没有鼻子过敏的人敲这个鼻梁，怎么敲都不会痛，不会痛。他们碰就马上头就一甩，昏倒。对，所以说你把鼻梁这块气血敲通的时候，鼻子会好一些。哦，顺便可以带动我们的黑眼圈，了解了。然后再来直接带我们的眼袋。对，那带眼袋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敲敲乐的话，可能用横切，对，这样会比较敲得到。这样啊，对，这样子很难敲，对，要横切哦，横切敲这个哈，我们这个下眼眶，对，所以就敲到这个下眼眶骨头上这个地方来。那因为你怕痛，当然敲轻一点，对对对。那你敲可以往我们的颧骨这边带，好，所以说可以消除我们的黑眼圈、眼袋，也可以消我们。有些人在颧骨这边肉痛比较大，比较大，对，你这样敲可以敲颧骨肉，对，我们说苹果肌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所以说你轻轻敲的时候，气血通的时候，这边的肌肉、皮肤也肤质也会变好。是，所以只要在下部的眼袋的地方就好，不用到上面眼睛吗？老师，眼睛上面当然一起戴是全身的。那你只要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，你至少下眼袋的地方，对，下眼袋鼻梁的地方可以改善我们的黑眼圈跟眼袋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内侧要稍微往内侧这个地方。哦，对，这样子。对，哦，好，
只要借了、這個、所以等于你要转弯啦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、你用这样子敲好像敲不到，那你用这样子敲的时候比较敲得到。好特别，所以老师为什么要设计成360度？对，圆形360度，无死角，没死角，不会伤害到自己。是真的，而且你看哦、喔，我们的，你说肢体其他四肢是直的，还蛮好敲的。对，可是脸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。眉眉嘎嘎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老师，甚至连头顶、耳朵都可以敲。对，因为工具的大小、骨头的一个角节的一个位置不同，那你在敲敲的在施力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得到。那我说气血常预塞在骨缝跟关节，是那关节处的地方最容易堵。那你轻轻刺激它，刺激它气血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一块的局部不会那么绷紧，是那么不舒服，人就会健康。是、那一块的肌肉不囤积脂肪的时候，也不会肿肿胀胀的、然后就会慢慢的紧实上紧实起来。对，所以说很多的人敲一敲，人变健康的时候，肤质变好了，肌肉紧实了，那就觉得说好像变瘦了。没错，所以你看哦，雅涵之前还没来老师这边上班的时候啊。你根本不知道这种原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当你到这里，然后学了这一些敲敲乐之后啊，那你帮客人在做，你们也是从头部，还是说看他的问题在哪里，然后敲哪里吗？我们先主要会先去看他的问题，然后再做治疗这样子。是是，所以你自己也都学会了，对不对？从头到脚怎么自己敲都会吧？会。是眼袋啦，然后瘦小脸这个部分，皱纹是最难。对，皱纹很多，而且你知道我们脸部有动态的皱纹，静态的纹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叫人家一天都不笑的也不好啊，就是要表情很丰富哦。所以怎么样去皱纹？也可以祛斑去皱纹，这一支也有效。对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学员哈、他妈妈80岁了，那眼睛不好，然后眼睛不好，他是吹敲我们的敲这个眉骨、眉毛、眉骨跟眼袋这边，是结果老人斑的部分就在这一块啊，对，最多在颧骨的地方。对，那在下眼眶外侧这一块，他会局部带过去，对，会敲到。对，结果敲了几次之后，他发现他妈妈的老人斑变淡了。对，哇，所以说有一些老人斑，他连色素沉淀都可以帮我们敲掉，因为气血循环代谢好的时候，太厉害了，可以试试看这种方法。是，对，他是无意间发现的，敲眼睛发现他妈的老人斑那一块特别淡。哇，是，对，所以80岁哦，难怪80岁斑斑点点是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如果你才40-50岁开始就要出现斑点，老师说的，你就是。一次要解决好几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顺带试试看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斑有效，皱纹呢？皱纹也是一样啊。那皱纹就是我们的皮肤老化产生的一些皱褶。没错。对，那你一样轻轻刺激它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肌肉可以吸到氧，它的肌肉的弹性就会恢复回来。了解了。所以其实你们常见的皱纹有抬头纹。抬头纹。然后眉那个微那个眼睛鱼尾纹。鱼尾纹。法令纹。法令纹。是，所以帮我们示范一个法令纹要怎么敲。法令纹也其实我也是直接这样敲的。OK， 上下没有什么方向顺序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越简单越好。好，真的好爱你们哦。对，因为观众萃发剂由左到右，由外到内，由上到下，对，根本就会忘记。因为大家都忙哈，你纵使记得的时候，在敲的时候你也忘掉了。是，而且虽然有书，有时候要敲的时候书不在身边，是，又不知道到底敲完会不会怎么样，都不会。对。随便你爱怎么敲，从哪里开始敲，所以你就是上下这样子的，对，拿侧着敲，对，侧着敲，然后你上保养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敲，你保养品吸收会更快。就面膜的时候，在敷面膜或是你擦保养品的时候，都可以这样子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雅涵老师在分析的时候，你就帮我们敲一个怎么样全脸敲。因为敷面膜男女都会了，现在对不对？有啊，有些男生很爱美，也会保养敷面膜，女生当然最多。我们可能2-3天就要敷一次，敷面膜一次都要10到15分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10到15分钟不要浪费。雅涵，你说敷面膜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敲脸哦。对，也是可以的。我这样15分钟下来，我们一个脸都敲完了、啊。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所以你告诉我们，如果敷面膜的时候，你通常你刚刚有简单的示范，你通常会怎么样去敲？像其实我在敷面膜，然后有
面膜在上面，那个原理是什么呀？你这样敲了以后，气血又更循环，对，所以可以帮你的面膜的液体导入进去，对，它的营养成分导入进去，所以我今天要美白要保湿会更加的有效果，然后撕下来之后脸都瘦了，对，哇，真的好棒哦，对，是，所以怎么弄？像就是在敷面膜的时候，我就会先头从额头这边开始敲，是以中央五为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的顺序比较不会忘记。对，好，观众朋友，你也可以训练成一套你自己的习惯。对，这是雅涵的习惯。对，好，所以刚才他从额头戴下来之后，先半边半边的，对，半边半边。对，哦，好，对，然后，所以他从右上开始下来，眼睛戴一圈，对，然后再下来。然后下巴，然后再往左边走了。对 ，OK。对，哎，很简单的感觉，很简单，而且还蛮随意的，很随意。我看他也没有口诀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就是你就是绕一圈，眼睛，然后下巴，髋骨下来，对不对？颧骨这边下来，对，好。哇，你的脸好红哦！有敲有血色，所以真的奉劝那些脸色苍白的观众朋友，要多敲，对不对？你才会红润。哦，我们说有苹果肌，你不用腮红自然是，所以这个力道，你看哦，在我们短短这一分钟、两分钟的时间，它就可以乱一圈。对，而且你敷面膜的时间，你看你这个导入，对。多有效啊！对，就是那种营养品不会在皮肤的表层，不会表层，它会点。对你刺激它气血在走的时候，会带进一些营养。哇，还可以到骨缝之间，这多厉害啊！对你把它敲敲，身体变健康了。哎，我要来试试看。真的，我们常常敷面膜就是这样，一直等它干等，没事做。对，这时候你有功课了，就是可以顺带的敲一下。那等十五分钟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可以紧实，对，可以去皱，去皱，还可以除斑，哇，老师太厉害了！所以我们来看看哦，其实这一些女性所要的，还有啊，我们虽然这样敲，对，可是生活作息还是要改吧，对，因为黑眼圈大部分都是睡眠不足，睡眠不足，晚睡觉啊，然后熬夜这些造成的，然后打电脑的那个辐射，辐射，对，所以会造成我们黑眼圈色素的沉淀，色素的沉淀是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保养了之后，其实防晒也要做，对不对？嗯，是，所以我知道说你们在推广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们会去巡回吗？对，就全省都我们都去上过课，所以雅涵也会跟着老师他们一起出去上课。这北部的北部的一些课程，他会过来。OK， 是，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？你接触了这样子的敲疗，你会觉得说你自己有没有变得到益处，变健康？有，就是你的像我就常比较常敲脸嘛，因为我之前的气色比较不好，那之后敲脸之后，就是人家会觉得说我的身体感觉状况很健康的感觉，很健康宝宝，是。所以老师他刚来的时候确实气血不太好，真的不好啊，而且女孩子的妇科也会不舒服这样，就常常会有妇科方面的问题。对，可是进来健康的一个职场以后，对，就让自己先改善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。所以你大概敲多久了以后，你觉得你的身体有改变？其实在敲大概。年轻人比较快啦，气血比较快，对，所以我在当下敲的时候就有感觉了，对，血路在通的感覺，对，就是你会觉得热热的，热热的，就是你的气血就是通的，是，对，脸热敲哪里都会热，对不对？就有血液循环，对，是。那你有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的家人吗？有啊，有，是，所以家里的人都跟着开始敲了，对，有，而且你因为学会了怎么敲，对，你可以回家帮爸爸妈妈敲，对不对？有。是，所以老师真的，你在这样子五年的推广当中，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收获。对，自己变健康之外，学员都健康了。就其实敲人，其实长期敲下来其实还蛮累的，但是最快乐的时候是他们那些被敲的人敲完之后身体变舒服了，是气血通了，是，然后他们回家又可以自己敲，自己敲健康之后又可以带给他家人健康，对，所以说我们每次到每个地方上课，他们都非常感谢，像我们 FB 的敲疗华托解痛神效敲打的社团，每天都会无偿的回答一些建议敲的一些方法，对，所以说很多人按图索骥照图示的地方敲，没错，腰松开来的，肩颈松了，肩颈松气血好的时候。
他的肤色也变好，真的。所以说有时候说我们要健康要肤色好的时候，其实在身体有机会的部分，肩颈屁股把它敲开来，气血上下通，你的肤色就会变好。真的是这样，我觉得脸大家都很爱美，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见面第一关啊，是对，人家会从你的外观你的脸来看到你今天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你带了一个面有菜色的脸去跟人家，不管要职场啦、啊、或是跟人家做人际关系的时候，其实人家都会觉得啊，这个人怎么看起来病恹恹的感觉，没精神，没精神，那个第一印象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加分了， 对不对？但是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先简单的在床上也都可以敲完，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躺着都可以敲，哎，而且敲敲的你轻轻敲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像按摩一样。嗯，是。你轻轻点它，有人点一点还不小心会睡着。睡着哦。对，像晚上的时候敷面膜，我很多。对，躺在床上敷。客人反应啊，敲敲15分钟，敲到哎掉，敲敲的掉下来，他才醒来。对。是，所以其实熟能生巧。对。对不对？刚开始我们可能要看着镜子。或是说老师讲的，你就是哪里不舒服就敲哪里，对，那没有不舒服的你就顺着把它敲过去，是这样子。敲完了之后，真的你不是只有瘦瓜子脸，对，你还去黑眼袋、眼圈，然后还有让我们的斑能够去掉，慢慢的到斑其实很难去，很难去。如果要去打雷射啦，什么那一些机器的话，医生有时候疗程还要走6到10次，对，对不对？看你的深浅度，对。可是就这一支悄悄乐，单点深层是，哇！每天你如果要快速一点，就耐有恒心一点，对，持之以恒很重要吧？对，我很多的那个客人呢、啊，敲到后来敲习惯了、每天不敲他都不习惯。哇，真的把它养成一种习惯，就是跟我们没吃饭肚子就会饿一样，是不行了，对不 对？是老师，所以除了脸部的美容之外，其实也可以美胸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真的是怎么会这么好用的地方啊？对，是。那一样嘛，我们气血通的时候，我们的胸部的肌肉就会有弹性，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前胸后背都有种经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全都有经络。但你不是种经络没关系，你就当作帮身体按摩。是，其实这样子敲也很舒服、啊。很舒服吧？就轻轻敲，轻轻敲。那你敲到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你自己就要注意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地方？因为我们女孩子的乳房常常在穿内衣的地方会堵住，因为被抠住了。抠住了、对，所以说建议就是不要穿有钢丝的哈。哦，对，乳房会有比较好的帮助。没错。对，那乳房其实你轻轻敲刺激它的时候，其实当作给乳房按摩，它气血通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长一些坏东西。这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女性的癌症里面乳癌是比例很多，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外在因素也有，压力也有，对，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的经络不通，是，好，所以常常会有哺乳的，会有乳腺堵塞，对，发炎的，是，肿胀这些问题，对，其实都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其实建议女孩子每天哈，我们的腋窝有淋巴，淋巴老师说早上起来就要先通淋巴，对对，敲一敲，因为心经的极泉穴也在我们腋窝正中央，敲一敲对心脏有帮助，是，但对女孩子乳房有1/3的一些坏东西也是从乳房这边长下，是，腋窝长下去的，真的，所以说你淋巴腋窝的淋巴把它敲开来，嗯。对心脏、对乳房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了解了，所以老师真的，如果你这样子哪个地方都可以，关节当然酸痛这个部分不用讲了，是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我知道说，老师如果说手脚冰冷，对，这个是末梢神经的。末梢神经。那个末梢神经的话，它也是可以敲的。也可以敲。其实为什么现在文明病的肩颈跟屁股？那就是不，肩颈是我们拱背做事，紧急事就耸肩，所以说肩颈紧，气上不来头，头会晕。对，然后气下不来手，手也容易手脚冰冷。嗯哼哼。那久坐的屁股气下不来的时候，脚的末梢的循环就变差。是。对，所以说肩颈跟屁股敲开来以后，再来敲我们手。手的话，你没时间的话，劳宫穴的话就是拿小支的，你每天刺激它1000下。哦，是，就这样直接刺激。
对，劳宫穴这样子就刺激刺激它，对，就中间这一条，中间这一条弯下来，观众朋友弯下来，这个劳宫穴就中间这一条，这条刺激它，对，那刺激刺激，你发久了之后会发现手就会比较软和，嗯，对，那脚底的涌泉穴，哦，脚底心的地方，哦，那人字形的凹槽的地方，对，也是这样刺激它，对，因为你没时间就着重点敲，那你如果有空的话，整个手，哈，一个一个慢慢，手掌啊，脚掌都可以敲，好，是，所以真的，我觉得很多女性不是只有脸这个美的部分，真的你的气血循环呢，全身的经络通了以后，那个精气神都不一样，对，是，那老师最后啊，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，就是说当我们敲完之后，对，怎么样去注意，然后怎么样一天大概可以做几次这样子的一个敲疗的一个运动。敲其实不限次数，最主要是力道的大小，是，因为工商社会大家都忙，你有空档时间都可以敲，是，那力道的话就是你个人能接受的力道，嗯，那脸部的刺激的话，你只要深层的话，嗯，效果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建议在礼拜五晚上，嗯，下班后，对，你可以稍微大力一点点，那有一点粗沙会有点的，好，因为六日不用见同事，是不是？对，潮红色的，但是六日两天的部分，礼拜一定没有事，因为脸部的修复是全身上下修复最快的，是，对，那你只要平常的话，你因为隔天要上班，你可以敲轻一点，好，对，那敲完多喝温热的开水，它循环代谢会比较好，是，好，最后雅涵，你有没有遇到你敲疗的病患啊，或是客人给你很多的回馈，或是给你很难忘的？很难忘，就是一开始敲着他们都说很痛，很痛，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会哀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有的人会不会跑掉？就半路就说我不做了，太痛了，我跑了，不太会，还没遇到过。是，所以你怎么样下那个力道？有时候人家会哀啊，或什么，你会要怎么样？你说啊，那我轻轻的，然后再慢慢加重吗？对啊，就是先安抚他，可是其实默默还是大力，还是在大力，反正别人的肉我们不懂的，啊，是，所以真的，我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服务过程当中，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很多的帮助？有啊，有，是有什么样的，嗯，你觉得很快乐，帮人家敲，虽然人家付钱，然后很痛，可是你让他很健康的，对，就是让他很健康，自己也会觉得。有帮助到人也很开心，所以这份工作你做得很有成就感吗？对，是，好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两位，谢谢主持人，是，我相信每天在家就能够敲出治愈力，敲出逆龄的人生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健康心之，祝您健康平安，我们下次再会。